啊，当然还是不是了，再来再来。好不习惯在外面。OK， 人家多哎。OK。好，伟雷跟大家说一说，过去一整年觉得自己的表现呢，还有收获有多少？过去这一年来呢，当然就是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第一次拍戏啊，这是我第一个作品，就是《梦工厂》。那过后呢，还有就是在《爱情零度》里，就是有一点客串的一些角色了。那歌曲方面呢？歌曲也唱了很多主题曲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最近唱了蛮多首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谢谢伟莲。要不要我配合走红地毯？伟莲的人很好吗？来，伟莲唱一点歌，他不要。Testing。OK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雨做梦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啊，走一点讲嘛。我像梦，不远又不近，就是跑真的，比较快。你不懂我。如果你这样唱，你就不用拿冠军了。不就是 test 吗？就是罗马吗？这是随性的表演。OK， 好，来啊 ，OK， 对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好。明天忙要回家休息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拍的是连续剧的剧名。罗伊加油！允许我一个人，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，但我替你奉献一份微薄的力量。不能发出完整光和亮，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。OK， 这首歌大概很熟。Sorry， 又突然间 blank 掉。OK， 我来，你看我一下紧张。OK， 来，我 confuse 别的歌了。OK， 你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有话要讲。给我一杯酒，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。我不是沉默的羔羊，我也有梦想。当明天太阳升起，照在我的脸上，我一样的为师的长发牵动我的下子。哇，真的好听哎，他唱完好听。不过你是你没有在想到底是什么歌？对，简单的。亲切的五角鸡，长长的七楼梯。错了啦，哇，你老的。东方从来不会有。答案了，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，对不对？答案是什么？心闪闪。哎，